2009年度香港动漫节将于7月31日至8月4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女子三人组合 Houcher 和性感美少女赵硕芝今日受邀参加了在香港艺术中心举行的动漫节记者会，并通过走秀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了本届动漫节的一些可爱的主题购物袋。Houcher的三位成员虽然都是动漫爱好者，但他们自言喜欢的都是比较古早的作品，比如樱桃小丸子。一向走可爱风的张慧雅随即坦言自己很想 cos 小丸子同学，因为两人都属于太平公主的类型，十分搞笑。我们讲的会比较老一点，就在以前的一点呢，就我想分小丸子哦。对对对，小丸子哦，因为我很喜欢他。你扮他吗？我扮他。真的吗？那我 cos 是 cosplay 到很 sexy 里面那种，对的感觉。没有，可以扮其他的角色。不过如果你扮小丸子的话，我很像，我跟他一样没有胸部啊，很小，还都是。